今年热天上幸福的一出戏《幸福来了》，看演员阵容偌坚强，幸福角色偌精彩。伊是哥甲阿妈，为伫个所在就幸福。阿祖婆在想，阿婶阿祖婆会不会哥甲子孙大大细细一切平安顺气？伊是哥甲的长子高明成。人情请爷，人后有苦无地讲。讲来讲去，拢怪恁达波人啦、啊。若真正有心爱人，都莫让人大巴肚。无啦，大事啦，我也毋是刁工。你毋是刁工啥？啊，伊是高家第二后生高明坤，实在辛苦，做总铺师完全照起工。哎，明坤啦，上来啦，来来。小姐啊。啊，今仔日吼，绝对爱办个足车操足澎湃，哪有闹开呢？一道才3000块尔尔吼，啊要换跳跳的龙虾，啊要请恁白的包袱，吼，我刚才想着吼，我着尻川抢两枚啊。咱这嘛是办桌呢，若是无龙虾甲包袱，安尼是要怎效果啦？大房有钱有势，囡仔将才有成就，欠他妈妈赎清，烟头律师文扬，得人疼妹妹文琪。你安尼大细心，你知毋？文扬不是同款带转来，啊你哪唔去甲念哈？啊你苦苦念，伊是念安怎？文扬是查甫的，搁较安怎嘛袂吃亏啊？啊不过文琪是查囡仔，我当然会烦恼啊。二房有情有义，事事轻俭捌代志。献花妈妈保下，老实温情温情，乐观新妇娇华，快乐油菜文扬，看无同款的价值观，会造成偌无同款的幸福人生。人咧讲哦，囝会亲北生啦，那不是家己亲生哦，好卡看都袂亲啦。你妈吼讲了真有理啦，啊，饲这囡仔，迄是一世人的责任啦。恁哦，都要想法斟酌的哦。我已经想清楚啊，我阿婆一定把这个囡仔当作家己亲生的。敬请期待《闽西最新8点大戏》，幸福来了，幸福来了，幸福来了。